左手的中指，刚才左手的中指痛，我看到那个中洞上方啊，有一个弧线，本来是直线，掰成了弧线，原来是一个直线，后来掰成了一个弧线，原来是一个直线，后来掰成了一个弧线，一个弧线，哇，往下掉啊。往下掉，然后跟砸到地上，原来是一个大陨石啊，从天上掉下来，从天上掉下来，在中洞那边跟砸成一个巨大的坑了，是这么一个的，战况，原来是从外宇宙掉下来的，一个大陨石啊，外宇宙，它在原来它正常的轨道上走。然后经过地球的时候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一下子掉到地球轨道上，然后就哇，直接掉下来，跟一下子砸在沙漠里边，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来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。